在去年2007年補選期間，我都是支持葉太參選的。咁今次支持葉太參選的原因咧，同上次亦都係一樣。我係相信葉太一位有決心、有能力同埋有承擔嘅人。葉太就有多年嘅公共行政經驗啦。咁佢亦都係一位知識全面同埋佢有世界觀嘅人。呢啲都係佢嘅長處。我覺得最難能可貴嘅咧，就係佢能夠痛定思痛，戰勝咗自己。學識了謙卑，真正明白到一個從政的人，無論是任何怎樣位高權重都好，他最終的理念始終都是服務，為香港服務，為市民服務。我相信葉太是做到這一點，所以我是支持他。我希望葉太能夠成為一位出色的立法會議員，亦都希望佢能夠為下一屆立法會帶嚟一啲新嘅思維、新嘅動力，亦都希望佢能夠做到是其是、非其非，真正咁樣做到。亦都希望佢真心咁聆聽市民嘅聲音，為市民服務。亦都希望佢維護香港嘅核心價值，例如民主、法治。亦都希望佢能夠為香港嘅政治、經濟同埋社會發展作出佢的貢獻。